这种没有耳朵、仅有耳孔、头型浑圆似和尚，被称为 monk seal 森海豹。森海豹曾是地中海的标志性物种，但因为毛皮、油脂和肉成了人类垂涎的目标。数以千计的地中海森海豹惨遭猎杀，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为濒危的哺乳类动物之一。1986年开始，它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红色名录上的濒危物种。所幸实施的保护计划及禁猎命令进行得相当顺利，加上马德拉群岛非常适合生物栖息，使原本在马德拉群岛只有8只森海豹，现在已有44只存活。摩纳哥的阿尔贝20亲王本身是潜水爱好者，也是环保、体育、海洋、自然组织的忠实成员，这次也亲自参与摩纳哥探险队的第一站拯救濒危森海豹任务。But I think it's also, a natural curiosity about our seas and our oceans, and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m, and I want to help that people can appreciate them more and can know them better, because we only protect and love what we know.亲王带头做保育，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如何为后代留住人类的共同资产，需要全民采取行动。